刘社长，听起来吼，就是讲要作为一个皇帝或者是什么类似那样的人物，好像都要跟别人不一样那非常之人才能非常之成就非常之事嘛。是咱做不出来咱做会搞，咱做会搞。你看唐太宗翁，伊个玄武门之变，因阿兄因弟弟，亲阿兄亲弟弟抬掉，啊个阿兄的五个囝，弟弟的五个囝，十个一生爷跌落来哦，就剩跌落。对对，侄子一起杀掉。怕以后来报复啊！这种东西怎么下得了手？可是他不是很开明吗？这有什么疑问的？俗话说得好，斩草不除根，除草没有生。但是自己的亲戚呢？所以咱家里兄弟，啊，家里兄弟掉，兄弟掉。但是武则天即使是这么狠，可是私底下他迁都洛阳的时候，有人说他是在宫中看到鬼，是看到了那个王。那个王后，还有萧淑妃，所以他迁都到那个洛阳去，就是说你杀了人，其实心里还是有一些障碍，而且也错错，王王后，我跟你讲，王王后都是三八啊，所有的女人要记住王王后的蠢啊，对，伊就是迄当中伊是皇后啊，然后呢，皇帝去宠爱那个萧淑妃啊。伊都对付不了，萧淑妃又怀孕，又对付不了。他说：“哼，我就让那个武才人进宫，对不对？哈，来对付你这个萧淑妃。嘿，哦，秦将哈跟他联手对付那个萧淑妃，就他真的是引狼入室。他没有学到那个策略，拉拢次要敌人，打敌主要敌人。可是只学半套，他后面那一套还没有再拉一个来打这个武则天。对，应该讲说团结大多数人，打击一小撮人。哈，真的，王皇后就是。”这样，所以你想说，哎，我再拉一个女人来哈，这个打那个女人，那真的是二百五，最后自己都没了。因为其实梅姐讲到一个重点哦，因为王侯他当时是隋唐四百年，他们是望族，望族，所以他们认为说武家的人，我说你总会喜欢那种下阶层的女人，你这种出身，对你这种出身，那就所以他对自己太有自信，你知道吗？他常常当时长孙无忌，因为他们是透过关系嘛，包括祖师娘他们这些都来劝进他说，你要想办法，早一天你要办法，你要把武才人把他弄走。他就觉得说我是什么身份，我为什么要跟这种女人斗？所以慢慢的，你看，其实一步一步，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来讲，武则天她虽然可以算顺水推舟了，我觉得不一定他会弄死这些女人，因为毕竟虎毒不食子，弄死这些女人，她可能是刚好小孩子可能就趴着窒息死掉了，利用这个机会啊，把就。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了不起。我看那个赌鸡啊，他们在演那个什么那个德川幕府时代啊，对，你讲吼，作为一个那个叫做御史夫人，就是他的正宫哈，这样，所有的人拿下面的人拿鱼给你吃啊，煎的很好吃，你也要装出你的高贵的出身。那个鱼一端上来，你筷子只能够夹一块，你再喜欢吃。你叫他再去煮一条，这个就退下。好，你要喜欢吃鱼头不行，你就是夹一块肉。好，但是要知道要夹哪里的肉。然后呢，这个赌鸡呢，他就是也出身就是迄个啥，迄个上面萨摩藩嘛，哈。对，萨摩藩。伊是一个有迄个改革思想的人，伊讲，不用，好，他就是要把它吃完，而且要不准翻嘞，他还把它翻嘞，这样哈。我讲，因公。如果你要展现你的高贵的出身，你就是要有这种吃鱼的架势、浪费也要浪费，你就只能吃一口。我问现在让人都没出来啊。那个冯玉兄，那个江浙一带抓了小孩绑架以后，他就烧一条鱼给你吃，因为他不知道勒索你多少钱、所以那个鱼夹的位置他就判定你夹哪个位置就是多少钱。如果你夹鱼尾巴他把你放，因为这是家里面最穷了。就是最没有人会注重你，因为你是夹，那如果是夹那个颈部上面的这一块，对，大概就可以勒索比较多的钱。好，那如果腮帮子，日本人是腮帮子这里，小火夹，你给别叠了改戏啊。就是家里面那块肉就是你最大你夹的嘛。所以哦，那你夹有点啥？那迄个鱼肚嘞，迄个啥，鱼肚蛮好个呀。迄可能嘛无啥钱，迄可能凊彩摕几块啊，给你炸。鱼肚真好食嘞。是啊，是台湾人家吃鱼肚，但是在以前没有。我只能是吃以前是没有冰箱的时代，你要肚这个地方要保持新鲜是不容易的。所以它就是这一块颈肉。你就刚才郑大哥讲那个大那个赌鸡对不对？
其实他跟之前就像我们讲日本的三国时代的德川那个谁那个织田信长是一样，他敢于冲突传统，他是引进第一个就是引进所谓的那个西方的那个基督教，还有洋枪火炮进来的第一个。第一个那个大奥大那个走往那个西方的蓝血对那个诸侯，所以说他有个现象是他敢面对于冲突，他说别人不敢做，我上面还有个皇帝说皇帝算什么，我就是这样嘛，一个改革者嘛，对啊，一个叫第六天魔王嘛，对啊，这个是日本的这个神武天皇的坟墓。那日本哈有个好笑叫神武天皇的陵墓哈，其实他们日本在祭祀这些天皇的时候，现在日本的那个天皇，他就假如说要做什么大事的时候，他只会去两个地方拜拜。第一个就是我要供养你在南极的叫伊势神宫。第二个就到神武天皇，就在奈良，现在在奈良的天理寺。那啦。哎，对，去拜他，因为他是所有的日本的天皇的第一代。所以雄多，我讲第一代雄贡的贡了，卡隆宾才比，都不用管他了。所以日本人有个现象是，你也刚刚讲，他们承袭一脉，万世一系的就因都是天龙人。都是天皇的子孙啊，所以公公婆婆喜欢说，你是爹，可是你的祖宗不，你的祖宗是哪里？像我们有很多朝代一直在换，种田的，所以说嘿，所以说有个现象是说，像好，你宋朝的，我就挖你唐朝的墓；你挖你清朝的，我就盗你宋朝的墓，这样子盗来盗去。所以说，几乎他们在日本没有这东西。可日本人很简单，就是他一个陵墓做的就很像说，我有些所谓的过陵墓的，有匹马。他就盖个马厩，那每次都有一匹马，这个就是以后的天王要住，那个天王可能会回来，这匹马养到死为止，死掉的我再养另外一匹。好，他们没有所谓的公益，穷人够人哇，什么金银财宝丢下去没有？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东西。等一下，因为这里刘社长带很多书来嘛，等一下我们再来这个分享好不好？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